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啊，咁啊深水埗主場啊，咁啊對住港會嘅。咁啊呢一場波都算係相當之唔錯啊，咁啊有四百幾名球迷入場去支持啊。咁啊一個好好嘅天氣之下，不過就可惜啲個場地比較腍啊。咁啊即係對。比起一些即係用波球隊嚟講咧，深水埗今日嘅叫做係比較主動啊。咁啊，開賽好早嘅階段咧，都已經係搏到咧對方一啲犯規嘅。咁啊，喺一個三十幾碼嘅距離，依個波射得幾靚噶，可以話尼古拉斯幾勁噶。不過今日復任正選嘅門將就係費查，舊年即係好多場都嚇被選為 MVP 嘅守門員啦。跟手港會有一個反擊喎，呢一邊啊見到就啊咁啊飛到花避過對手之後還傳出去，中間第一時間撞射啊呢個莊文力，哇估唔到啊呢一個快腳一撥嘅時間咧個波係撞咗個遠柱啊，個波死角入網啊，先領先1-0嘅。咁其實後邊都受罪，依兩個深水埗球員嘅壓迫都俾佢起到腳，唉真係。正正就係呢一腳嘅戰術咧，就港會舊年攞到個好好嘅成績啊！今年亦都啊繼續啊呢個嘅罰球處理得唔錯喎。咁啊扯埋嚟嘅時間就雙方球員其實都應該係頂漏咗嘅，但係好彩就奧力斯都比較集中，將個波係啊化解得到嘅啫。好啦，呢一邊亦都見到深水埗嘅進攻啦，俾佢直線落去，第一時間篤個波，稍微大力咗啲啊，尼古拉斯啊，但係。球證都見到費查第日都想避嘅，但係實在雙方嗰個距離實在太近咧，變咗好似感覺上係有啲阻人傳得，但係球證又冇吹罰到嘅。咁啊，上半場咧，港會就憑咗一個反擊咧，領先緊一球啦。咁啊，去到下半場嘅時間咧，見到深水埗你比較主動咧，就將個節奏加快嘅。一開賽冇耐，你亦都見到呢邊嘅尼高拉斯一個窄角度施射，可惜中柱再補一頭嘅，姚卓斌亦都頂起上嚟，即係冇彈地冇乜力嘅情況之下，亦都俾對方化解得到㗎嚇。哇！真係以為呢一段攻勢能夠可以追平啊，但係點不知又係過唔到費查，真係福命問你。好啦，呢邊港會啊，即喺下半場其實個進攻嘅次數咧，其實都少咗好多嘅。呢邊啊，見到博文冒險，右邊右腳扯個波埋嚟，個波可惜唔係好夠高，亦都過唔到奧力斯啦。去到尾段的時間咧，其實就深水埗都即係顧住一扎，就不斷揾啲波埋嚟。呢邊亦都批到嘅，哇！估唔到啊，嗱都想衝多埋就係前鋒啊！呢個飛頂亦都頂得緊啦。拉斯最後仲有一個機會啊，就係呢邊嘅塔高單刀嘅情況之下，哎呀，可惜呢個波就射得比較係曳啲，亦都自己將個波係唔係好夠力啊個波啊！唉，係就係咁啦，咁啊～港會憑著一個反擊的入球咧，就1-0贏咗呢場波，全取3分。